前几天看到玉林哥的影片，然后发现这支非常好用的麦克风，然后厂商也找我来玩看看，然后这支是林静跟 Ella 代言的麦克风，然后它真的很好用哦，海能天籁 Q 吧，它还可以调高音，然后 echo 还有 bass 声，就是功能非常多，然后还可以连蓝牙播音乐唱歌，想必大家知道我很会唱歌吧，哈哈哈哈，不要乱摇，我现在就来带来一首飙高音，那我要来唱咯。好，唱着这首歌给你，现在我要飙高音，飙到大雷下雨，再来个转音，只要你能开心，就算飙到脱稿我也愿意，因为你我飙高音，想当阿奇都为我叹息，连骂过小千都对我 say sorry， 观众都在哭泣。哇，怎么办？我觉得自己唱得很好听，以为中国好声音会邀请我。总而言之呢，这支是非常好用哦。我觉得我刚刚唱到很大声，连邻居都听到了。凯能天籁，我破音，凯能天籁 Q 吗？好用。